个接着一个，一百的接一百的，今天的消灭关了门，我们两不相欠。动作、啊，对，小习惯，就是精力要多。啊，精力越多，创作越容易。您的那首《你要的全拿走》是什么经历呢？舍不得花钱给狗看病，要把狗遗弃，因为觉得去医院治病太贵，所以打算把生病的小泰迪装鞋盒里遗弃。全拿走，剩下的我承受，留下我们的狗，别怪又没有用，我怕它以后没人宠，哪怕它不问我的痛，我不必再为你强求。一个接着一个，一百的接一百的，今天的消灭关了门，我们两不相欠。倩女幽魂郑爽想涨价，原合同额1.5亿，郑爽想涨到1.8亿。所以说现在这个行业内特别不好干，真的就是超过5000人就给你秋后算账。为了应对广电限薪令，将1.6亿拆分为4800万的片酬，1.6亿片酬陆续到账。江航，现在那个这边那个7500啊，95%都已经打到我这边的这个账户上来了，还差5%。因为你想啊，这钱毕竟也不是说进自己口袋的，也是进公家的。前方高能。Death。